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杭州闪电队输出伟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杭州闪电队支援卫 Split。比赛之前的话，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选手吧，就可能说在就是瞄准上面比较出色的一名选手。之前就这样子想过，然后。打完感受就还好吧，我觉得就只是一位比较出色的选手吧，那就碰一碰吧，那碰过了就碰过了，碰输了就碰输了呗，是这样的。盯防的话，没有特别盯防吧，就是看看谁要切塞和 Enrony 吧，就是他们来切，然后就保掉，就没什么特别注意的。我就觉得我能杀，我能打，然后我就上了。我觉得我的护奶挺拉的，应该就是玩的挺好的，下次不要玩了。但人家打的就很离谱，他打的时候说我会打得很稳健的，就是他就一直在说我打得很稳，打得很稳，然后实际上好像打的是挺稳的，打的是挺稳的，毕竟这边是小赛。电磁炮的话，眼睛离屏幕近一点，这就是我，然后戴近视眼镜要离得准星更近一点，所以这就是我电磁炮准的原因。所以屏幕要往多往前一点，最好眼睛贴到屏幕上，电磁炮就可以准了。测速数可能没有吧，就是今天黑海河失误比较多，自己看了一下自己的 DS 表，就失误可能多了一点，所以说打得不是很好，就没什么话好说的，就下次打回来。常规赛总共就输了两场，一场融合，一场首尔，就这一场仇一定得报。费城3-1首尔，我们3-1费城，那我们应该3-0首尔吧？我的个人目标，不管怎么样都得赢，我得赢到最后，我有得赢的理由。那既然你们这样说了，那就陪他赢到最后吧。就是比上学时间感觉都还早一点，就早睡早起，一般来讲都是5、6点就要起床了，然后9点、10点就得睡了。但一般我还适应的挺好的，因为褪黑素吃了就睡。我的话，本来我就比较老年人一点，这种时差也挺正常的，所以适应的也还挺好的。因为就是这个季中争霸赛嘛，我本来就是想第一轮就说可以碰一下西部队伍的，但是这季中争霸赛一直在跟我们自己东部赛区的队伍打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想碰的队伍或者说选手吧，就希望一直能赢，赢到最后跟那边的人也碰一下，对。我的话，我最想打达拉斯吧，就 CC 那么多队友出去了，上岸了，就只有菲尔瑞斯没有打过了，就想跟菲尔瑞斯打一下。这几款 T 恤的话，我应该是最喜欢黑色吧，因为我一般上下班通勤就穿着周边的衣服，我觉得它的材质比较好，然后就穿起来也比较舒服吧。
就比较合身，然后那些图案什么的比较少女，我也比较喜欢。对，这次的新衣服我比较喜欢白色的，因为白色不太吸热，在晒太阳的时候，然后我本人比较容易出汗，穿着白色的衣服我都不出汗了，而且特别凉快，穿起来再也不会满头大汗了，就买白色就完事了。还要来吗？我有点烫。